演技逼真到什么程度才能进今日说法？这个人我认识，是中央十二频道那个法制频道，就是个杀人犯。我跟你说，我看过他好多次了。他叫王彦辉，由于演的杀人犯过于真实，一度被误以为就是个杀人犯，甚至有一大票网友拨打了举报电话。最后哪怕辟谣通告出来了，还是有人不依不饶，要求公安干警们好好查查，因为不相信演戏就能演到这种境界。2015年，一部《烈日灼心》直接让邓超、段奕宏、郭涛三人拿下影帝，然而这个影史罕见的三黄蛋影帝却被一个临时救场的角色实力碾压。电影中，王彦辉身穿橘色背心，手戴银色手铐，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，没有感情的交代犯罪过程。刚上来就看见一个刮噜噜女人踏在地上，这个老郭老蔫了嘛，就开始乱喊乱叫。哎，没办法，这个战死掉下来之后呢，想散不掉，正好看那个墙边上有那种木发发，我就用那个杆。哎呀，其实他们都不行，他们都不敢笑声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如此血腥的事情从他嘴里讲出来，随意的就像唠家常，没有目露凶光，没有歇斯底里，冷漠的语气里夹杂着的是得意，说到自己时咧嘴一笑，这是生命为草芥的态度，不禁让人毛骨悚然。许多人看完这个片段后都以为这是真实案件中杀人犯审讯录像，因为从他的表情、眼神到肢体的变化，活脱脱就是一个亡命之徒。可能连王彦辉自己都没想到，当时正在吃着火锅唱歌的他，不过是被曹保平拉到剧组临时救场，熟悉角色也就一下午的事儿，竟让观众集体穿越到 CCTV 十二普法栏目。我就没想到嘛，那么一点戏，我说怎么会有评价，吓着你说有那么好。而自己也险些被请去喝茶，王彦辉这3分钟的戏份，后来和周星驰的苦笑、侯勇的忏悔等5个镜头被收录进北影教材。很多人觉得坏人很好演，只要装装狠、吊儿郎当就是坏人，但王彦辉的坏却充满层次，演什么就像什么。在《我不是药神》中，他饰演伪善的假药贩子张长林，为忽悠病人买药，他演讲时激情澎湃，一副医者仁心的面孔，但这场戏非常难演，因为他要演出道貌岸然和眼底一闪而逝的伪善。看到病友能够康复，我很欣慰，说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们彻底消灭了慢粒白血病。王彦辉演的诈骗犯不仅坏而且真，被通缉后他威胁程勇给封口费，之后又苦口婆心地说，我卖药这么多年，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穷病，这种病没法治，你也治不过来，算了吧。有人说他把这个角色的复杂性演活了，恨程勇断了自己财路的同时，他又欣赏他，想保护他，因为程勇做了他想做却一直没做的事，所以在面对警察的审问时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供出程勇。在电影《心花怒放》中，王彦辉身着紧身 T 恤和大背头，小拇指粗的大金链子，饰演的中年黑社会老大，出场不到5分钟，台词不超过10句，一开口便是浓浓的马普。唱一首嘎问路在胡方。而在徐峥暴走后又立马变怂，与刚才的嚣张气焰形成强烈对比。喜欢听人唱歌是吗？兄弟，你还年轻，千万不能走到犯罪的道路上。来给我唱歌，喜羊羊美羊羊20遍，唱。真的不会唱。落荒而逃时也不忘推上小毛驴，差点笑得全国观众直不起腰。除了假药贩子、黑社会老大，王彦辉还在李米的猜想中饰演一个被逼上绝路的人，为了3万块钱回家的路费殴打王宝强，把底层社会人迫不得已的恶诠释得入木三分。在周迅出租车上，他盯着吊坠一直看，一言不发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来来去去的眼神成了多少人挥之不去的梦魇。每次拿到这类角色，他都会用心揣摩，他会问自己这个角色为什么坏，他总会找出最合理的前因后果。在他心中，他演的从来不是单纯的反派，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，哪怕只是个没几句台词的小配角。其实我在演坏人的时候，我给坏人的每一个坏人我自己准备的时候，我可以找到他内心的根。其实坏人他做事，他没觉得他自己是坏人，一定找到这个角色的他心里相信的那一面。除了坏人，他演好人也是诚意满满，《了不起的老爸》中哭戏更是直戳人心。除此之外，王彦辉还演绎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《幕后玩家》中的唐万源，《小欢喜》中的季胜利，以及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吕萧然的父亲。除了拍戏，王彦辉很少露面，唯二上过的节目是《向往的生活》和《表演者言》，前者是被徐峥拉去宣传电影，后者是被周迅邀请分享表演感悟。王彦辉就是演艺圈里的扫地僧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他不受虚言，不听符术，不采华名，不兴伪饰，始终踏实地钻研演技，塑造角色，使自己的演绎在漫漫的岁月中臻于化境。即使只拿过一次最佳男配，但在观众心中，他早已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演技之神。